多美国涉毒事件的同车人唐爽近日发表了一篇《我对周立波先生夫妇有话说》，里面措辞犀利，对艺人进行严厉的抨击。文章中千古绝唱戏子于乐于民众，更有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望故人弃恶从善，改过自新，不要加害无辜，不然我绝不姑息，志在万里，必当还原事实真相。接你们一家之无耻蛮横，卑鄙行径，还浩然正气于民族。而周立波看到该文章后发文回忆唐爽的挑衅，称唐爽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不义又之，我不怪你，但我可怜你，必要时我会公布某某收买你的证据。但我不理解的是，你既已为五斗米折腰，也就不要再唱什么为人宁可站着死，处事不能到着生的高调了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金钱铜锈，指的就是你这种道貌岸然之徒。您可以继续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但作为美国人，请你不要动辄拉中华文化做大旗，好吗？更有唐爽曾经发文说，没有受过周立波的资助，需不需要我公布五年来周家资助你的证据和众多证人？请你扪心自问，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会和这个毛某如此交往吗？若不是为了你，那天我会去他家吗？若不是那天为了送你回家，还会有这个案子吗？若不是，做人总要有点起码的良知吧。我只是疑惑，一个受过多年教育的人，在投靠了更大的金主后，反咬一口竟如此张狂，昔日的好友已经变成对立的敌人，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